走，美女来自哪里？本地的。那拉倒，靠边吧。我大连的。你大连也靠边。盘点哈尔滨本地人现状。哥，东北大地瓜能拉吗？南方小土豆，不拉东北大地瓜，只拉南方小土豆。为什么？东北人不怕冷，自己走吧。不行，是个南方小土豆。老妹儿，你是南方小土豆吗？啊，我上海那边来的。你快快上车，外面挺冷的，来来，到那儿我免费送你。哥。哥就不眼瞎，你捋这道走，前面第三个路口一小回，完再走一小轱辘，有个那个政府四川麻辣烫彩椒，给我卸就行。你哪的、啊？你是上海路那块的？你个鬼娘！不是，来两个南方小土豆给你们嘚瑟够呛，你拉我一轱辘，给你卸两袋粘豆包。你说哪是个南方小土豆？我们是南方小土豆吗？上哪儿啊？来，哥送你。中央大街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上车吧，来吧，老妹儿。那你这车轱辘贴马路牙太近了，一会儿车胎都磨秃了皮了。这玩意儿，这东西小耽误没什么。快走吧，我穿个棉裤呢。不是棉裤买不起，而是真皮更有性价比。咱不老娘们儿，多穿点能咋？没事。咱是南方小土豆吗？我俩在呀。你俩上哪儿啊？我们要去桂林路。桂林路啊，来了你俩这？我是台湾人呐。你快走吧，走，我上车，免费送你俩。走。行，谢谢大哥。我操，哪有东北大妹不当回事呢？你是南方小土豆吗？你是不是南方小土豆？你上哪儿啊？我捎你顺道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别害怕，没事儿。你上哪儿啊？啊，不是，你是哪儿人？江苏的。江苏上呢。Where come to？ 东北。你是南方人？你们。哎呦去！小土豆，是南方小土豆吗？上哪儿啊？免费了？我不是，我东北大刺花。东北大刺花，上车站能不能拉？那拉不了，拉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妈在这儿哄南方人玩呢，拿我自己买去圈，我真服的。南方的北方的呀？南方的。南方的，请出示下身份证。哎呀妈，真要身份证啊？你这不哈尔滨的吗？哈尔滨的刷一个吗？不给。是南方小土豆吗？咋样，老妹儿在东北玩的？咋？这孩子说五个说话了，还一说话就露口音了。放屁！来，给我来这个呗。哪个？对，这个。来，这五。多少钱？这是五。你卖小土豆多少钱呢？卖两块钱。哥哥。哈尔滨准备了，给南方小土豆们准备1.85米的大帅哥啊、哦！全是1.85米大帅哥，给南方小土豆准备的。我去啊！我这位第一次在哈尔滨见丹顶鹤呀。这又整新活了，一天一个活呀、啊、真是沾小土豆光了。耳边你让我太陌生啊，斌子当个人吧，斌子啊，斌子看南方小土豆了，为你们准备的五个香菱哥特意打天价了，来嘎嘎甜。我不是南方的，卖不卖呀？我是南方，先喝南方去吃，你起呀、啊、都起来了，那你要起先吃是不是？对，你要起先吃嘎嘎的。你好，哈尔滨的女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你好，我是南方小土豆，听说你们这分配对象是吗？目前是有这个业务的，不过只针对于南方的小土豆。啊，那我是南方小土豆啊。好的，那你用家乡方言说一句你在干什么就可以了。你干啥呢？不好意思哦，东北小土豆暂时不提供这项业务。为啥呀？儿斌，你让我有点陌生了，我在东北30多年了，你把冻梨给摆盘我就不说啥了。你告诉我松花江上面生个热气球是咋回事？你是要变成浪漫的土耳其是吗？人家说月亮拍照好看，你直接在索菲亚教堂上面用无人机你人造个月亮，在马路边还整个飞马踏冰，我这辈子我都没见过长翅膀的马。等你们忙完了有时间告诉我，鸵鸟和马谁跑得快。那松花江上也不知道从哪儿整的7件大飞船，吭哧吭哧的玩漂移，咋的？上演松花江版的速度与激情是吗？松花江要是通海啊，你都能把辽宁舰借来招他钱。
你看着吧，不出一个月，东北虎都得拎出来接客。最后真心说一句，别再问本地人攻略了，今年的哈尔滨本地人也没见过。你是南方的小土豆吗？你别雷我，你是不是南方小土豆？你上哪儿？我送你，这给我打包车。我东北的。我东北大地雷。咋的？南方的免费呀，东北送不送啊？送。免不免费呀？免。送我上太平机场，后备箱开开。